主播可以示范一把不败上路帝王圣丹利吗？想学？是谁？不败上路帝王圣丹利，这么红，难不成是小迷弟？先选我就玩好不好？主播，我讲的是事实，就不算口了吧？难道好像是帝王圣丹利呀？恍然大悟了，好像是这么说的，没有错啊！不要脸的脏东西！这是事实啊，确实不算借口，好吧，既然你都诚心诚意的，马上玩一把吧。圣丹利登场，我不知道先选会不会被坑啊。我角色现在是真理啊，打雷兹哦，我就不爽啦、啊、雷兹就不是我们爽的对决啦，就是不爽的对决啦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、欸、怎么那么痛，他点什么技能？只要你的多兰盾跑完，你就给他打一下没问题。你的多兰盾被打一下回40滴。哪个盾呢？你看这个，没跑完尽量不要给他打，跑完了再给他打没关系。他是一个远程啊，他对线是比较强的。我们是西南比较强。没有，我有嘲讽雷兹半血是超好杀的，随便给他来都超好杀。既然他没有来，我们就整天玩。我买错了。我出熊刚的，结果怎么买了这个？哎呀，你看，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土地，我还被中路吸奶，我帮队友吸奶，然后我被吸奶，没人帮，那也没办法，扛扛看吧，还是要出这个，可以买错装备了，因为刚刚急着要回线上，所以买错了。龙女后期蛮强的、啊，看看她队友能不能 C 吧。很怕，她感觉有点有点怕。啊，能不能追一下、啊？我有点不想救她。我还亏一波兵，我就为了救队友一条命。谢谢副班长。没办法，龙女还洗我一波兵。其实这种就是，要么你就自己 carry 吧。龙女能 C 的也还好啦，他这样会把我弄爆就是了。杀掉他，杀老木。可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下路可能要放弃了，他尽量飞我们的优势线，优势的人，你飞劣势的人就是救他而已啊。就这样就好了，我们不需要熊刚资讯出来再弄他。飞刀，慢，你知道飞刀以前剩飞刀 CD 四秒。而且才耗50能量，基本上可以一直丢250伤害，而且你打飞刀的目标，你还会回50滴血，在3秒内回50滴血，甩人家一脸，人家250，继续甩就好了。身上带一堆钱，要口袋掏出一个三项了吗？但是剩不出三项了。不、哦，美好的过去为什么会渐行渐远呢？口袋掏出一个雄鹰之心。棒啊！一面倒，一面倒啊！对面雷兹做不了啥事、啊，风塔也掉了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飞飞过去，你要走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。而且正好，当然
钱送跑。热库朗再送头，手掌在队友身上，他们要送头，你是不是让他们送头？还问吗？原来给我留熊刚啊！谁遵守不我这个权利？怕被吸奶吗？那不然他应该会很想要单杀我才对啊！他搞得好像他有点怕我一样。推荐超慢版本之陷阱，笑死！熊刚之心超强，好不好？什么版本陷阱？扔根，这把有点慢出了。一个出比较强啊。啊，几个三秒。哎、欸，报一下，三十一。速吃八龙，我龙女吃八龙真的快，都快要被削弱了，已经强太强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他的血可能会伤害不会削了，可能会削他吸血量，吸有点太多了。他这个10%可能会变成8%之类的吧。左甲我觉得是蛮强的，很多角色就很适合这东西了。这东西有血有防，又有伤害，就很适合，打起来就很，你也不知道什么，有些坦克打出了一个火甲，打起来就不一样了。你看，有个圣边线都随便带、啊，地图一定视野超好，除非我会被雷兹单杀，要不然那雷兹就没啥用。这些人到底是啥桥？真的别救东路了，我大举一律飞打野好了，要不然偶尔飞个 AD， 一律只飞打野跟 AD。现在正打有够痛的，有够能打。你就知道我们伤害很高啊，这熊刚的伤害太高了，哎、欸，根本玩不了。那个随便一个 AD 被我嘲讽撞到一下，我自己就干他吸神血了，然后打我不会痛，就是现在 AD 不很难玩。哇！抓鬼喽，悲哀。也不是 ROA， 哈哈哈，操了。版本陷阱是 Rod of Ages 啊，啊不是什么熊心啊。版本陷阱就是 ROA 啊，你相信我。我昨天就说过啊，这东西要么改2600，要么直接移除。版本陷阱是 ROA 啊。我就带下了，没人带下。别搞了！踢不踢？直接冲进去把所有人敲烂，这就是现在的事，可以做到的事情。又硬又痛，玩这几个角色不知道怎么输啊！到底怎么输啊？现在哦，哎，这么急着去干嘛？随便玩都赢，对不对？哎，熊刚之心这么强，就说了，阿瑟。把上路改回了平衡的地方，让上路得到该有的经济跟等级，还有平衡的坦克的装备，我们的实力就跟鬼一样了啊！即使这把前期逆风打一打，你就会觉得怎么莫名其妙就这么肥，史丹利怎么莫名其妙你就变这么肥了？你怎么莫名其妙打人就这么痛了？真的、啊，这游戏不需要这几个人啊，别松太快啊，等着打野跟上路 C 就行了。
主播我讲的是事实，就不算口了吧？难道好像算不要脸的脏东西？身上带一堆钱，要口袋掏出一个三项了吗？还是剩不出三项了？哦，美好的过去为什么会渐行渐远呢？像 AD 不很难玩。哇。